让皇上诚心定你的罪，哎，你再把我给搬出去，让我去向太后求情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调查了。嘿，这么一来，你左都御史的官还保住了，你说你有多精啊？啊？这满朝的文武都看到皇上下的决心了，那傅国泰呢？他也放松警惕了，你在暗中调查，直到抓住傅国泰贪赃枉法的真实把柄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，姑爷？岳丈大人，没您不明白的。哎呀，可你小子就没想到一点，那皇上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是如此的决绝？岳丈大人，您知道这件事儿？不知道，自个儿想去。反正我就告诉你，你要是顶撞皇上，你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看的，我们都得跟着你吃瓜唠。哎呀，今天我就说呀，我就赌他一把，我就没成想，嘿，我还给赌赢了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嘿，岳丈大人，合着您拿我这脑袋去赌去了？您可真够气人的，您这个。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，这都是为了你好，啊。你呢，萧官为民，我们全家上下那都落得个踏实。贤婿啊，听我一句劝，有些事情那还真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行了，话已至此，多说不易，你们呢也早点歇着吧。哎，贤儿，哎，明天你到府里去拿点银子，给你们这儿啊好好规制规制。谢谢王爷。贤婿，跟我闺女好好过日子啊，走了。别走啊，你这说来说去的我还是听不明白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皇上斩了刘墉不管啊？哎呀，我闺女，你是真傻还是听不明白呀？我就是没听明白啊。行了，不明白不明白，走了。你哎，行了，夫人，行了。这个账本上记录着登封镖局近半年里所有的镖车往来，涉及全国各处各地。说呀，说，别憋着。我听说您被贬为庶民了。哎，这都是拜我那个糊涂的老岳丈所赐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虽然不在意料之内，但倒帮了我个大忙，去掉所有束缚，甩开膀子大干。您还准备大干啊？该怎么查怎么查呀。可是还怎么？没有可是，只管王法，不管人情。为难啊，为难的是皇上的事儿，我管不着。我就管知道山东的父老乡亲还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贪就要付出代价。
对的。什么事儿啊？小六王他越来越不懂规矩了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黄公林今天出大事了，老爷。什么慌？出什么大事了？皇上把国亲王给拿下了。什么？不但罢免了所有官职，还直接降成了贝勒。小六王爷？对，就是他。不对呀，小六王爷是平时皇上最宠的人啊，这说拿下就拿下了？是宠也不行啊。今天早朝的时候，我听说那些文武百官有十几个都上奏弹劾小六王爷，说他干预朝政、聚集敛财，反正不老少的罪名了。文武百官什么时候心这么齐呀？这是不知道啊。喜儿，大清早的嚷嚷什么呢？啊，夫人，夫人，我跟你说一件大事啊。皇上把小六王爷给拿下了，不但罢免了官职，还直接降成了贝勒。来的银两就放到这么小的钱庄啊？这只是其中一家，那未免也太不谨慎了吧。妹妹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永盛钱庄虽小啊，可却是京城的老字号，而且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，只供金人所用。还有这样的钱庄啊？这可是京城哦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走，吃碗面去。哎，爷，您来了，来里边请。来，不用了。吃着呢。啊。娘的，找抽啊你！杀人啊！别打了！哎呦！你干什么呀？别打了！别打啊！掌柜的，哟，二位小姐是取钱呢，还是存钱呢？我们是来存钱的。你存多少？金子。把这些都换成银票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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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账房，账房，掌柜的，掌柜的啊，不好了，账房先生被人打了。账房怎么还被人打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刚才去吃面，莫名其妙就被人给打了。还存不存了？哎，能存能存能存，赶快把账房送去医馆，然后报官，快去啊。哎，我这就去。哎呀，对不住二位小姐，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这账房被人打了。那你这生意到底做不做啊？做做做做。
堂堂一个永盛钱庄，不会不给存金子吧？哎，能存能存，只不过呢，要把这金子换成银票，这得先算一下。那就算算吧，该是多少是多少，我明儿还来存呢。哎，好嘞。要不然这样，您先把金子放在这儿，我给您立个字据，等明日您再来换取银票，您看怎么样？啊？怎么这么麻烦呀？写就写吧。哎，得嘞，那您稍等。啊。你看见了吗？咱们刚才把东西一拿出来，他那样子。嗯。什么？刘墉设计将永盛钱庄的账房先生给弄走了？是的。哎，他怎么又盯上永盛钱庄了呢？国泰不是说他在山东的时候所有的线索都被掐断了吗？国章大人，要不您给国舅爷去一封书信，让他好好的查查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纰漏。信是要写的，不过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刘墉此举的目的是什么。你说他把永盛钱庄的账房先生弄走了，然后又去叫他的婉儿夫人去存钱，这刘墉现在何处？来来，走走走走走走啊！哎，姑爷，您回去吧，您回去吧啊！哎，不用送岳正旦。姑爷，等等，哎，我不是送你啊，我想再跟你聊聊。不成，我这功夫紧，人家约了个饭局，说喝点去呢，还不就两句，就两句行。行行，您抓功夫快说。我觉得咱爷俩之间肯定有误会。没误会，那一定是有。你想想。是我之前说过什么你没领悟，或者是领悟错了。您都跟我说什么了？我那天跟你说把你们家给收拾收拾，好好过日子呀。是没误会，岳父大人，这不正规着呢吗？紧着规着啊。那你就是领悟错了。我说你规制你们家，没说规制我们家呀。你这隔三差五的，我吃吃。我明白了，您这是嫌弃我拿您拿多了。不是这个意思。您是这意思我也没办法。那您说怎么办呢？官丢了没俸禄，一大家子人等着吃呢，我这又没进项。您不是说的吗？不能让婉儿跟着我受罪，您还说养得起母们，怎么着拿您这么点，您这就撑不住了。哎，您这我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行行行行行行啊，快往回搬吧，老爷子不乐意了啊。你听我说，老爷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。那就甭搬了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你呢以前在朝廷里做官，是不是？一天到晚的忙个不停，你这日理万机啊，冷不丁的就闲心了，你不习惯了，你不习惯了，那不就你可不吗？要不每天现在跟家琢磨这缺东少西这点事儿，您这那可不就是闲的吗？我琢磨着咱们能不能找个事儿干？你说，您说我这除了会当官，我不会干别的。这个那什么不能干呢？老话说得好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就凭我姑爷这脑子，你干什么不成啊？做个小买卖，咱先不行，不会做买卖。再说也不爱占人便宜。那你教书去行啊？教不了。就我这倔脾气，给人孩子都教坏了。那这么着，你上我这儿来，
您说我干脆就住这儿是吧？那也行。你上我这儿来，咱俩再好好聊聊。在外边咱们再找个差事吗？我不用进去了，我人不是在这儿呢吗？您就琢磨就完了。老杨啊，都装完了，您对对账。哦。顾源，嗯，你当个账房先生行吗？哎，这成，这我干得了。那行了，顺子，哎，你去街上扫听扫听，看谁们家缺账房先生，快快快快！哎，六王爷，刚刚我们来的时候，我好像看到永盛钱庄正在找这个账房先生。永盛钱庄，嗯，有这事儿啊？有啊。哎，是巧了，这我跟永盛钱庄熟啊，那一句话的事儿啊。哦，我现在就去。哦，您甭那么着急，我姑爷啊，等我回来再走啊。哎，等着。愣着干什么？把东西拉走。好嘞，老爷。嗯。走走走走走。这个刘墉啊，都被贬成了平头百姓了，他还在那儿瞎折腾。真是阴魂不散呢、啊！幸好国丈大人有先见之明啊！我没什么先见之明。这孙子忒不是东西了，他太不讲究。哎，现在六王爷肯定到永盛钱庄了。估计啊，他在那儿啊吃闭门羹呢。国丈大人，进来说话。禀国丈大人，六王爷求见。谁？六王爷。哎呦，六王爷，我说呢，怎么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呢？哎呀，原来是六王爷大驾光临呢。哎呦，国丈大人啊，您是真客气，那我算什么大驾，还劳烦您亲自出来迎接，愧不敢当。哎呀，哎，六王爷早，您请。哎，不进去了，您既然都出来了，咱们就这儿说几句就行了。哎，有急事啊？也没什么急事，几句话的事儿。那您说我听。走，咱那儿去。哎，好。是这么回事啊。我这姑爷啊，刘墉，不是被贬为庶民了吗？哎呀，给我给急的。哎，您快坐。哎呀，您说他年纪老大不小的，整天的游手好闲，仨宝俩倒的，闹得我是急不得恼不得。我就琢磨着呢，得给他谋个差事。可您也知道我这人不善于跟人家打交道，我谁也不认识，所以啊，我得请您给帮忙，给他谋个差事。哎呀，刘王爷，这可让我为难了。您也不想想，刘墉以前的身份啊，他是督察院左都御史的身份呢。就算是现在，他也是大清皇朝的额驸。您这不是？国丈大人，我知道，您是不是还生的气呢？您大人有大量，您给我个面子行不行？六王爷啊，这不是给不给面子的事儿。您说到现在了。我也没合适的差事安排令婿高就啊。哎，他不用高，账房先生就行。您在这城里是人脉广啊，这忙您得帮啊。不是他，啊，这么着得了。我看您这儿就不错。哎呦，您家大业大的，多个账房先生的不算多。刘王爷，哎呦，感谢您看得起我呀。我这儿，哎呀，我，
好吧，既然六王爷您发话了，那就委屈令婿，啊，来我府上当个账房先生。行嘞，那我这儿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。您不必客气。那您看，让他什么时候来呀？看他方便吧。哎，方便，他老是方便。那么。我现在就叫他过来。哎，别别别，你待会儿再走。不不不，我现在就叫他。那我告辞了。哎，好，您留步。六王爷慢走。哎，好好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回去。哎，国丈大人，这六王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卖的什么药？聪明药。聪明药。哎呀，你看啊，哎呦，现在看来呀，我平时是小看了六王爷呀。别看他平常稀里糊涂的，可到了节骨眼上，他可是非常的精明。他知道刘墉对于我儿子国泰这事儿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也知道我也不会坐在那儿坐以待毙啊，听之任之，所以他把刘墉送过来。一来呢，他想叫我监视刘墉，也断了他的念想；二来他也表示了六王爷的立场。你说他聪明不聪明？这么说，六王爷还是很识时务的。你别看他平常与世无争的样子，他不在乎这些，他最主要的是保护刘墉。哎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国丈大人，那刘墉能来吗？不知道这个贺侍卫到底怎么想的，放着好好东边人家不住，非得住这西边来。人家贺大哥说了，说这边呢晚上有些马车，经常半夜从城西出城，说不定是炼银厂就在这城西附近。那你怎么知道那车上拉的全都是银子啊？啊，人家北边、南边、东边不能走，非得走西边啊，这不就抬杠吗？我们要在这儿等到过年不成？那又不是我说的，我还想回去呢。要不然咱俩晚上偷偷回去打打牙祭，合适合适，靠谱。就这么说定了啊，今天晚上敢不听话腿打折。这刚才是谁张罗着要回宾满楼啊？你说我堂堂一个御前带刀侍卫，亲自下厨给你们煮粥，你们非但没有感到荣幸，反而想跑，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？没想跑，这不是五子病刚好吗？我们寻思着给他调理一下身体，吃点好的补一补。不是，怎么我煮的这粥不能补啊？这不是人吃的，是泔水啊。不是，嘿，哪儿那么多要求啊？你不好，别愣着了，盛着吃啊，快点。盛呢？盛着盛。我吧，倒也不是不想让你们走，只是现在时间太紧迫了，咱们必须要快速地找到猎鹰场的位置，并且掌握大磊的线索。这刘大人那边等着结案呢，可是我们这样守株待兔也不是那么个办法呀，是不是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找人来帮忙的。嗯，你快去找他。走走走走走走。不行，坐下。你们还需要在城西继续寻找线索。那我们这样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，这根本就不行。
我给你们投。这一般银匠或铁匠手上会不会或多或少的都有些烫伤呢？好像是啊。啊，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得找那些手烫伤的人？那为了找这些人，我们还得把全城的铁匠银匠都给抓过来啊。抬杠，别跟着青布头绪。这银匠或铁匠啊都是手艺人，他们的生活来源比较稳定，一般不会冒险到银矿里做这种掉脑袋的事儿。你们可以去找一些街面闲散人员，看看他们的手上会不会有这样的烫伤。如果真的找到了，那不就手拿把掐了吗？行了，快吃吧，吃完干活。我帮你尝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刘先生，这半扇猪肉劳烦您记一下啊，回头账给您补上。知道了。还有上午那筐萝卜。行了，烦不烦呢？记上了。你什么态度啊？那怎么着呀？我跟你还怎么说话呀？站起来给你磕一个怎么着？不是你，什么人呢你？你说什么人呢？你再这么说我不伺候了我。不可理喻。想不到这刘墉还真就过来了，这就叫骑虎难下，不得不来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他那个靠山六王爷来找到我了，他总得有个交代吧，要不然就会暴露他真实的目的。到时候别说我不容他，就连六王爷也会跟他翻脸呢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刘墉岂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吗？这就叫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。哎，除了永盛钱庄之外的那些钱庄的账房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都是咱们自己人。好。哎，好。我相信刘墉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哎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呐。哥哥好。哟，哥哥回来了，奴才给哥哥请。让开。老糊涂呢？这顺子跟上点行不行啊？你这身子骨还不如我呢。交给你我是真不放心。咱歇会儿吧，谁成想这鸟它还挺重。谢什么谢呀？婉儿要是跟上来，我这鸟就完了。哎，王爷，姑爷想去那永盛钱庄当那个账房先生，您就帮他言语一声呗。您何苦啊？你懂个屁！看着鸟吧。六王爷啊，哟，六王爷，哎呦，王三儿，六王爷，我这正找您呢，出事了。
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我这也跟您说不清楚，我带您去看看吧。啊，走走走。我说你可别吓唬我。哎呀，又出什么事了？您别急，到了您就知道了。是。哎呦喂！是哪孙子干的呀？这是啊！我说你们这是怎么给我看的呀，混蛋东西！那再买一点鸟拿回来呀。他不好买呀。他怎么就不好买了？那个地方他特别。他怎么个特别呀？这新来的上个茅房怎么找不着了？是不是走丢了？估计那孙子呀是找不回来喽。我看也是，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竟然敢半夜出去，真当咱这永盛钱庄的大院是他们家的打谷场呢？这要是让巡院的逮着，少不了一顿毒打。哎，一会儿我们听声就成了。你们几个能不能善良点？人家就是一打杂的伙计，说不定啊，咱这以后还得跟人家一起干活呢。一起干个屁！要不是王丈夫被人打了，得抽人手过去照顾，钱庄缺人，正好这小子过来找差事，掌柜的才临时收留了他。等王账房的商议好，甭说他了，账房先生都得滚蛋。这能吗？这有啥不可能的？你还不了解掌柜的吗？那就是一个……哎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对不住啊，我刚没找着房间。睡觉，赶紧睡吧。啊，哎，来，啊，老板娘，哎，给我来五个包子。这个、好嘞。不过这话说回来啊，这银渣子你怎么随便拿出来用啊？废话，我要是不拿出来，你的手指头不就没了吗？可是这一拿出来呀、啊，没准这人头就没了。哎，那几十斤银渣子呀，可是你的封口费，不能直接进光。你也是，你倒是给它化成银筷子再花呀。我来得及吗？我明天呢？就要随着炼银厂的押银车进京了，这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哎，有多少银子呀？整整三大车。这么多？那炼银厂为什么要关呢？哎，听说啊是登州那边的镖局出了什么问题，这具体怎么回事啊我也不清楚。哎，老大，既然你们都撤了，那炼银厂还有人吗？谁还在那儿待着干什么呀？小子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别打炼银厂主意啊，这要是惹上祸端，小命不保。我知道，就说说而已嘛。看什么看啊？看不懂字啊？对不住，哦，是您呢。掌柜的早就交代过了，说您今日啊，今日我就取走。啊啊什么啊？听不懂人话呀？我不存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您二位坐一下，稍等，我再对一下账。刘墉主动撤了这个永盛钱庄的差事，我总感觉着有什么不对劲儿。国丈大人，刘墉会不会是知难而退了呀？哼，
知难而退。哼，他就是一只苍蝇，只要闻到味儿，他就会盯着不放。可是其他几家钱庄也都没有异常啊。哎，我总觉得这里边好像哪有些不对劲儿。国长大人，刘墉会不会想在咱们府上搞出些什么花样啊？在咱们府上？哎呀，老夫差点中了他瞒天过海之计。刘先生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啊，我那完事儿了，过来溜达溜达，随便看看。看归看，别偷吃啊。哎，我怎么这么缺嘴呀、啊、我。不缺就成，那随便看，我忙活去了啊。哎，我说今儿什么日子呀、啊、今儿初九呗。初九有什么说头吗？初九能有什么说头？那没说头怎么弄这么些好菜这、啊、你说这些啊，今天国丈大人请客。哦，请谁啊？这我哪知道，咱们这个院的人呢、啊、可不让随便去前面瞎晃。哎，话没说完呢。我说刘先生，我那还烧着火呢，咱有什么事儿等我忙活完了慢慢说行吗？不成，有的事儿现在得问清楚了。你跟我耍横怎么地啊？我招你了还是怎么着？你还真招我了。不是，你的账不对。账怎么会不对呢？刘先生，我在这国丈府当厨子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可别瞎说。我管你几天了呀，你的账就是不对。这账没有不对啊。刘先生，咱借一步说话。哦，刘子，帮看一下黄。哎，刘先生，嗯，那个您要有什么话呀，您但凡直说行吗？不是，你今儿上午那菜钱就是对不上。是吗？啊，差多少？俩大子儿。我说就俩大子儿，您至于吗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？那哪成啊，这不是闭眼这么简单，那钱丢哪儿去了我得知道啊。丢哪儿了？这又不是你的钱。我管这个呀。你这么着吧，俩大子儿我给您补上，您看成吗？那不成，我得知道钱奔哪儿了，我得好往上回话呀。你管他钱奔哪儿了，我给你补上不就完了吗？不成，你得告诉我这钱奔哪儿了。这样吧，我给您三个大字。仨大字啊？那多一个案怎么办？多一个是你的。哦，不合适，那你不亏了吗？我亏？我认了，你不上报就撤。不行，你这了拉家带口过日子，让你亏了也不合适。怎么？这是十两，你先拿着，我回去做账，做二十两，咱俩都有的赚，你看怎么样？二十两，你能入账吗？当然，我干这个的呀，怎么入不了账啊？拿拿拿。刘先生，仗义。放心，没事。哎，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以后国丈大人请谁，你都得给我打听清楚。你打听这个干嘛呀？你糊涂啊你！知道国丈请谁，这账上才好做手脚啊。换句话说，国丈请的官越大，吃得越好，吃得越好，买得越多。你买这。明白吧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先生高见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可有样啊？就咱俩知道，不能告诉别人。那当然了，我又不傻。不傻，行啊，就这么着。嗯，成。
六子，帮我看相火啊。好嘞。哎，我说呀，这刘墉啊，就是一只苍蝇，你给他一个有缝的蛋，他立马就盯上去。可是咱们这府上没他什么好查的。怎么没什么好查的？人家现在不是在查着呢吗？只不过那是方向不对而已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回我可是放心了。你呀，赶紧告诉那胖厨子，给我盯住了刘墉。啊，是，去吧。刘墉去做了账房先生。是啊，听说都去了两天了。行，这也挺好的，正好缓和一下两个人的关系嘛。皇上，您这是打算启用刘墉？那你也。